玄彬简直就是护妻狂魔，与孙艺珍结束蜜月旅行后现身机场，满脸幸福笑开了花。记者粉丝将其围得水泄不通，谁注意到玄彬的举动了？单手紧紧搂着老婆，全程护着她离开，这画面简直就是暴击单身狗。更甜的是在机场外面，记者们邀请他们摆出一些甜蜜的姿势，玄彬却说老婆穿得不方便，然后回绝了记者。두분같이한번봐주세요같이하고저희갈게요잠깐하고포즈취하고갈게니까想尽一切办法让孙艺珍舒服自在，这是爱惨了吧。